美西是不会听你的话的。你一直都站在这儿。江浩天，你长这么大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偷听别人说话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啊？那又怎样？我告诉你，这发卡我一定会送给美西的，因为她比你漂亮，比你可爱，比你善良，你呀。 配不上这发卡，懂吗？哼，你就别做梦了。美西是不会带你送的任何东西。一个发卡就让你原形毕露了啊！明明是个视钱如命的魔鬼，非要装成天使，怎么了？听这话不高兴了？别，笑一笑。哎，笑起来就好了。 趁现在多笑笑，等我爸知道你的原型之后，你哭都来不及。你放心吧，笑这个问题不用你操心，我以后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笑。嗯，至于哭嘛，那就很难说是谁哭了。行，走着瞧。 这世界很酷。